原标题：韩信并没断子绝孙，一支血脉多年后复活，现一大片地。满口广东话说起韩信，大家都认为他是一员优秀的军事将领，也是国之宝器。他将王侯将相这四个职业都做了一遍，就差当皇帝了。刘邦觉得韩信不可能不想做皇帝，从职业体验的角度而言，他也应该想体验一把，所以在他还没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把他给杀了。韩信一去，大汉就再也没有能够威胁到汉室的人了，这对刘氏皇族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对中国而言并非好事，因为要找到像韩信这样的战略家是不容易的。韩信的死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。韩信的战略主要是以谋定后动为中心的，他的思想影响了后世很多军事将领，后世也很少有能出其右的人物。韩信因谋反被诛杀，不过对他的后代却没赶尽杀绝。那么他的后代去哪里了呢？公元前196年，韩信被吕后无情杀害，他家的三代亲属全部被推上了法场，他是不是就没有后代了呢？韩信的小儿子侥幸躲过一劫。韩信被加上谋反罪名的时候，他才只有3岁，在门客那里，因为韩信养了很多门客，有人对他感情深重，知道他将遭遇不幸，就将他的小儿子藏起来了。等这个事情过去后，门客将韩信的小儿子送到萧何府邸，虽然有点冒险，但这是唯一能救他的法子。萧何曾经月下追韩信，如果不是他巧舌如簧，韩信就没有后来的身首异处，而韩信对他的信任也让他愧疚不已，所以他没选择杀掉这个孩子，而是把他救了下来。不过放在他身边毕竟不方便，他就写信给南越王赵佗，让他收养。南越是中原鞭长莫及的地方，中原政权怎么也不会想到去南越找人，所以韩信的儿子在那里是最安全的。即使刘邦要去找，也得问问南越王同不同意，这事是很棘手的。而且南越太能打，中原不可能为了一个孩子就出兵南越，孩子送出去了，刘邦却又怀疑。刘邦不知道哪根筋抽了，开始怀疑萧何，就派人监视萧何府邸。萧何在整整2年的时间内都包围在恐怖压抑的氛围中，直到他去世，刘邦才放松了监视。在刘邦手下做臣子真是九死一生，人们常说薄唇的男人薄情寡义，刘邦不知道是不是薄唇，但真的很薄情寡义，丝毫不念旧日的恩情。萧何、韩信哪个有好下场，就张良及时退了，才没落得被杀的下场。韩信的幼子得到赵佗的帮助，赵佗很同情韩信，跟萧何关系也好，所以对幼子照顾有加，他一直居住在皇宫里。后来随着越南历史的变迁，韩信的后裔住在广东一带，开枝散叶繁衍下来。明朝的一本名叫乔书的书籍载道，广东有为土官，这些人就是韩信的后裔。赵佗是一个乱世小熊，但是跟刘邦不同的是，他非常重情义，后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来纪念赵佗的重情重义。这个故事被刻在一个鼎上，隋唐时期中国再一次统一起来，广东的威势开始被朝廷承认，朝廷让威势后裔做了当地的刺史，也就相当于小诸侯。韦氏的强盛说明他们有祖先韩信的血脉，确实有能力，也说明他们在广东势力之大，根基之牢固。在唐朝，韦氏还差点遭遇一场灭顶之灾，当时朝廷查抄了他们家族，抓了一些人，不过后来他们被证明是冤枉的，这才没沦落到全家被杀的地步，然后继续开枝散叶，很快又繁衍起来。宋朝时期，韦氏发展成一个豪族，他们牢记着自己的汉人的后裔，所以没有裂土为王，而是主动将大片领土交给宋朝。宋朝大悦，在这里设置了州县，当然长官还是韦氏族人，
韦氏在天下乱套的时候，曾经自立为王，说自己是中越王。不过那时中原很乱，人人都说自己是王，所以也就谈不上叛乱。当中国统一的时候，他们又是忠心耿耿的臣子。后来他们由广东迁徙到贵州，经过朝廷首肯，在贵州也成为当地的士官。在中国古代，远离中原的地方大都靠本地低士族来维持，朝廷鞭长莫及，交通不方便，不像现在有飞机有动车还有手机通讯，古代传达政令非常麻烦，这就导致偏远地区政令不通。而像韦氏这样的家族就在那里当个土皇帝。明清时期，整个广东、贵族、广西都是韦氏的势力范围，他们的子孙后代太多了，多得难以计算，这是韩信没想到的。很多人将韦改为韩信，他们说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豪。如果韩信在天有旨，想必会感到欣慰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当时韩信急流勇退，到偏远地方当个土皇帝，那也逍遥快活。韩信的弱点是当断不断，太过牵扯，要么就在此之前杀了刘邦自立为王，要么就赶紧逃之夭夭，他举棋不定，最终害了自己，想来十分痛心。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。请关注公众号听说历史，听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，铭记每一天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